瑞 TV，大家好，我是 Ray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一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啦。那这是我之前啊，想要找一个东西，然后在网络上搜寻得到的。那也很高兴厂商给我这个机会，有跟他们一个合作这样子。那至于什么东西呢？卖个关子给你喽。就是这两个，我觉得我认为它如果拿来送礼那种的话是蛮适合的，尤其它寄过来的外包装，我个人认为还蛮有质感的。它不是纸盒装，它是直接用木头的方式去做的，这样子，还帮你绑一个很可爱的蝴蝶结，那至于它里面拆开是怎样呢？我们先来拆开喽。打开一个。打开呢，里面的东西是长这样子，它会有一个说明书，应该是属于他们店吧。这个等一下再另外拍比较仔细的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。那这个就是东西的本体，一只还蛮可爱的，一只。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木头的音乐盒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比我想象中还要精致、可爱，而且是木头做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我发现啊，它对焦的时候好像没有收到东西，所以我另外再补拍一个，比较详细的开箱。东西还没有开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它来的时候它附上一个蝴蝶结，帮你把蝴蝶结打好。觉得以送礼来讲，这是蛮精致的，蛮可爱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开起来哦。它哦，刚好提到它外盒部分啊，这个应该各位看清楚一下，它是整个用黑色的一个木头去做的外盒，还蛮有质感的。那背面也会有印上他们的公司的一个 logo，我觉得还不错哦，整个质感是有的，送礼来讲也不会太过失礼。啊，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里面就有一个简单的说明，这两个应该是他们的属于他们的 DM 跟一些商品的说明。他这边强调的是啊，他们有独家的专利技术，那少量的客制化，比如说这一本他们也做，那木头颜色也有很多种可以选，那礼赠品也可以多元应用。我觉得这家的产品，我觉得蛮棒的，蛮推荐给大家的。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简单的说明跟公司的资讯。那接下来里面就是商品的本体喽。啊，这个是我打算送给我之前的一个老板。那这家公司我也待了好几年了。那因为之前呢，因为一些工作的，应该说是因为个人生涯规划啦，那所以就离开这家公司。那基本上呢，老板对我很好，那所以我想说，哎，买个礼物送给他一下。那我就上网找了很久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比我预期的还好很多，这个质感蛮好的，它整个都是用木头去做的，而且它侧边也处理得相当干净，不会有那种一般木头处理不好的那种刷刷刺刺的感觉。它是桌上立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子的，蛮棒的。那这是另外一只，
造型不一样，它总共这个系列会有很多。等一下呢，我也会再整理一下，把它的一些相关的产品资讯啊，放到影片里面来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点选看看。那当然，我也会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提供他们的官网连结，或者是说一些商品的资讯、联络方式等等之类的资料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贵，它帮你客制化，上面也可以帮你印字。那字数当然就看你的东西了，有的字可以印的比较多，有的字可以印的比较少一点点。而且它的音乐也可以选择，这个质感还蛮棒的，这两次质感我觉得都很好。这是一只猫伸懒腰的样子。这个是一般猫正常坐着的姿势。那接下来我就放这个音乐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其实它转要发启动它的音乐还蛮简单，就是按后面这边有一个旋钮，你把这个扣拉环拉上来之后比较好转，你就这样转。这是另外一只，那方法还是一样，跟刚刚那个样子。你后面这个旋钮要转几圈之后，而且我觉得它在细节上做的还蛮不错的，像这种细节，那种很小，这已经很小的缝了，它还做得非常的好。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拿来当礼品的话，我个人是认为非常适合。加上呢，它有本身就有个音乐盒的功能，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拿起来，然后你再加上你上面可以提你想要的字，像这个上面想要的字。想要的字就可以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蛮方便的。大家如果正在烦恼说你想要送人家东西，可是又不知道送什么的话，我个人是蛮推荐你考虑这个的，因为它的单价也不贵，它可以帮你完全的客制化，也可以帮你提上你想要的，刻上你要的字。然后整个质感上面，我觉得又蛮有到达这个价位来讲，我觉得是蛮超过我的预期的。因为原本想说，这个价位也不贵，它官网目前正在做促销中。那当然，价格部分的话，每一款不太一样。那所以就是等一下我下面的资讯链接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质感上面讲，我觉得超乎我的预期，因为我原本以为它旁边可能会比较粗一点。结果都没有，而且做质感非常的好，而且木纹的是相当好的，然后你可以去选择木头的颜色。它还有帮你准备好你的外盒啊，整个礼品的包装，它就帮你用好了，所以基本上这个价格算起来并不贵。因为一般来讲，我们去买一个小东西，然后你还要去买它的包装礼盒，然后再整个加起来费用其实也不便宜哦，而且这个东西蛮经济实惠的。而且蛮特别，而且你收到人会觉得，还蛮心里会觉得很高兴的感觉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哦。好，谢谢给大家。